在中国，这个古老辉煌而神秘的文化宝殿里，中华武术无疑是一块璀璨的瑰宝，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各武学流派繁花竞艳，各修正骨，历代名门正派不但传承高深的武学造诣，更加崇尚美好的个人品德，铸就了享誉世界的中华武学文化。1838年，洪熙官关门弟子兰桂为躲避清兵的追杀，一路逃亡，来到如今的广东东莞，投靠了曾在南少林学艺的后街大唐人士王鲁作。有追兵，两位师兄，你们先撤，我来断后。师兄，要走一起走，快走！师兄，死了，我们走，走，走吧。不知何日才能与大师相见。我们习武之人一向崇尚武德，希望鲁作施主能将少林寺所学发扬光大。谨遵蓝大师教诲，我们就此别过。
阿弥陀佛。相不错，来了，萝卜，干嘛呀？老板，你卖的东西有问题啊！这位兄弟，我王家世代卖药，至今几百年，从来没有顾客出过事，你怎么就吃出问题呢？莫非见我王某人好欺负？要是你今天拿不出十两银子，我绝不放过你！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。多谢蓝大师出手相助，原来大师功夫如此了得，实在是佩服，希望大师能多多指点。蓝大师，恳请大师收我为徒。不必客气，鲁作施主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必将平生所学传授于你。多谢师父。请起。功夫不错，好好练。谢谢师父。救命啊！王师傅救我！王师傅，就是你！师父，可以拜托你收我两个孩子做徒弟吗？好，谢谢黄师父。谢谢。兰桂把洪拳功夫传授于王鲁作。王鲁作在此基础上又改良了洪拳，并开馆授徒，双手洪拳由此在东莞后街大堂得名，代代相传，至今已传至第七代。
两位师叔，嗯，你们看见我大师兄了吗？哦，他刚刚出去了。哦，谢谢师叔。来来。我们有点事堵在路上了，要晚一点啊，好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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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速度啊，激情，我来了！干嘛呢？开车干活呢。你找死啊！你想干嘛？我头发。别你看前面那辆车。快追呀、啊、追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车把我的后视镜给刮了。你胡说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碰到你们的车。哦，后视镜，后视镜！哎呀，看到没有？眼见为实啊！真的刮了吗？哦，好，好，我陪你啊。舅舅不能陪他们，他们就是一伙碰瓷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说话小心一点。都好说。住手！呵，哎呀，谁呀？这光天化日的，啊？你们这是敲诈！哼，他们的车把我的后视镜给刮了。就是。你瞎啊！他们根本没碰你的车，是你们自己故意弄的。哼，你们这是存心敲诈，我全拍下来了。哎呀，小子，你多管闲事儿是吗？给我打！上来！呀！哎呦！我恨！哎呀！呀！呀！停！没打着。哎呦！还不给我滚！你等着，快走呀！小莹，哎呀，姑娘好身手啊，多谢两位出手相救啊！老先生不用客气，这对于我们习武之人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
你们是双手红拳的？啊，对。对。哦。来，鄙人蒋毅，我是做房地产的，这是我外甥女，刚从国外回来。梁瑞敏。啊，梁小姐好。我姓赵，赵志勇，这是我的小师妹王小莹。嗯，师兄，嗯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我们还有事，我们要先走了。好，好，改天必定登门致谢。啊，好，好的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走。几个大老爷们儿，一个个被小姑娘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我们武馆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，没用的窝囊废！你黑龙哥是教你们打酱油的吗？哎呀，老板呐，你是没看到呀，那丫头贼厉害，我们根本都没反应过来，上来就哈哈哈，就三下而已，他们三个全倒了。幸亏我个子矮，没打着。没打着，还有脸说？叫什么叫？叫什么叫？你们搞清楚。他们是什么来头了没？就看到他们衣服上写着四个大字，双手红拳。还不快滚。两位师弟，两位有如此雅兴，今天我来找两位师弟有事情商量。大师兄，您说。我接到了国际武术文化委员会的邀请，代表我们双手红拳前去参加国际武术文化交流活动。这次去国外，可能要几天才能回来。武馆里的事。就拜托二位师弟多多费心了。哦，大师兄，您放心去吧，武馆的事我们会照应好的。那就拜托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美女，你约吗？本公子梁超龙，江湖人称梁超帅。你看我帅不帅？怎么了，钱钱啊？超帅，我健身完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嘿，这样啊，你先回去。嗯。然后呢，我呀，才刚刚开始呢。来，么么哒。骗子，又在泡妞吧？哼！你很有钱的吧？当然，有钱不是我的错，不做我女朋友就是你的错了。怎么样，做我女朋友吧？跑完步再说吧。哎哎哎哎哎！哎呦！哦，喂，嗯，还学会欲拒还迎了啊？我梁超帅喜欢。哎，龙哥，你看。那边的荷花好漂亮啊，我现在好想要一朵啊。老哥，你帮我摘一朵好不好嘛？嗯，龙哥，怎么啊，愿不愿意嘛？愿意。
只要乖乖听话，这算什么？龙哥，我爱死你了！哎，我不要那一朵了，还是那一朵吧，那一朵比较好，就要那一朵了。哎，龙哥，哎，龙哥，右边一点，我要右边那一朵了。右边。前面那一朵啦，前面。是这朵吗？哎，人呢？白博士，你慢慢摘吧，我们走了。拜拜拜。婷婷，婷婷，哎，哇！蒋先生，杨小姐，好威武啊！好，请坐。这是给你们的。啊！想不到蒋先生对功夫也感兴趣啊！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小时候啊也是一个武术迷。哎呀，不过呢，我父母怕我惹是生非，最后不让我练了。哼，蒋先生，其实练武不会惹是生非，只要你兼练武德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。哦，其实呢，今天我除了登门拜谢两位以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有个新龙牌要开售。市领导要求把开盘仪式举办成一场文化活动，赵先生，久闻你们双手红拳，所以我想邀请你们武馆来为我们表演助助兴。哎，挺好的，嗯，不错。我觉得这不光能很好的宣传我们双手红拳，同时呢也能推广我们的武馆。谢谢你们。啊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这件事以后就由我负责跟你沟通。好，师兄啊，不如让我跟梁小姐沟通就行了。不了，你还是忙武馆的事儿，这个事儿让我来。啊，喝茶。我就常来。留步留步留步。啊，对了，有时间我带你到我们新楼盘看一看，有关细节我们再商讨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慢走不送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变态狂！放开我！喂喂，谁是变态狂？你这个，你的脚好臭，快放下！你的脚才臭，还敢胡说八道！我救命啊！姐，救命啊！救我！救命啊！姐，雪莹，你干嘛？姐，他欺负我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赶紧跟我上车！兔崽子，丢人现眼，走！真是对不起，是我舅舅把他惯坏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啊？我哪知道他是谁啊？就是个变态狂。哼。
Good morning， 小英妹妹。哎，我的车拉风吧？啊，走吧，跟我兜风去。啊，不喜欢啊，我换一辆吧。我不喜欢的是你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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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铁匠，对。说，怎么了？是来寻仇的吗？我哪敢啊！我来寻亲的。噔噔噔噔，送给你。少跟我来这套！快说，干什么来了？我。小莹大侠好，我叫林娜，是梁公子的表妹，也是晚报社的记者。听表姐说你们武馆要配合他们新楼盘的开售仪式，所以我特地过来采访一下。随便吧。应该穿戴夹紧。哇，好酷，好厉害啊。我没事，这给你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Hey man， 看够了没有？再看可要收费了。对不起。走了，真没礼貌。哎，看什么看？人都走了，来来来，继续练功。好。哎，表哥，我看那个王小莹对你好像不太热情，哎，态度冷冷的。那只是暂时的，凭我的魅力，不出三天。吹牛吧你！哎。你不信啊？哦，不信。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梁超帅。臭美吧你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可以留你的电话号码吗？行啊行啊。我叫琳娜，你呢？我叫保罗，来自西班牙。哦，哎，那你为什么会想到来学双手红拳呢？就很简单呀，就因为我喜欢你。sorry， 不对，就因为我喜欢中国功夫，超厉害的。我知道。哎，我早就看穿你心怀不轨，想泡我表妹是吧？没门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走啦。小心点啊。嗯。对了，你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整个楼盘，占地面积近千亩，小区正在建设羽毛球馆、健身房，还有游泳馆，今后还准备建设幼儿园、学校，还有医院。不错不错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整体的设计很棒，整个楼盘错落有致，绿化配置也不错，格局优雅大方，但又不失家的温馨感。你也懂设计？我会摄影，异曲同工嘛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去市里办事儿，顺便送你。还有表演方案的事儿，就有劳你费心了。好，我会尽快把方案给你的。这边。
这段时间这么忙，还要为我们公司的新楼盘操心，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的，武馆的事有小莹在打理，她的性格就像个男孩，平时就算师父师母在的时候，也都是由她负责。我答应过师父师母，只是协助她而已。我是怕你冷落了小莹妹妹，毕竟女孩子还是很需要男孩子关心的。我和小莹名义上是师兄妹，但是其实更像是两兄妹。两兄妹？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，是师父师母收留了我，还教我习武，他们对我就像亲生儿子一样。小莹呢，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一直把小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。算我多嘴，我看得出来你拿她当亲妹妹，但是人家未必当你是亲哥哥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上次你们武馆的人把我的人给打伤了，这次我想见识一下，是你的拳头硬，还是我的钢管硬？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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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错人了！上啊！上啊！娘！四个人打一个人，不行。你是谁？我要找到你，我要向你挑战。黑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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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我几招，黑龙哥，教我几招，教我几招，黑龙哥，教我几招，教我几招，黑龙哥，黑龙哥，教我几招，黑龙哥，黑龙哥，教我，黑龙哥，教我，黑龙哥，黑龙哥，哎，收我一徒吧，黑龙哥，黑龙哥，急。我教你很久了，我要向你挑战。
你想挑战中国功夫，不要找我，去找双手红拳。双手红拳。 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首先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市政重点项目的开盘庆典仪式。首先，请欣赏狮王彩青。 下面有请我们双手红拳武馆的师兄弟们带来一套套路表演，有请他们。 接下来，有请双手红拳武馆的大师兄赵志勇为大家表演双手红拳套路。 各位观众，看好了，小师妹上场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杰克。你想干什么？之前我听说你们双手红拳非常厉害，所以我专门来讨教讨教。切磋切磋。请。你没事吧？什么双手红拳，就算是四手我也不怕。 Come on， 我来跟他打。师兄，是你，双手红拳大师兄赵志勇。今天是人家楼盘开售仪式，是非常喜庆的日子，我们是受邀前来表演的，不可以破坏人家的气氛。我们到此为止，请。 Whatever， 你站在这里你必须要打下去。我以为你们美国人是非常讲礼貌的，想不到居然这么蛮不讲理。请吧。You're kidding me！ 你不敢，你怕死，你懦夫！我 Jack 走遍全世界，领教各国武术，从来没有见过胆小鬼。你双手红拳，哼，中国功夫 ，whatever！ 师兄，教训他！打他！有事我负责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尊敬的各位贵宾们，我们双手红拳武馆带来这么惊险刺激的节目，大家说好不好看？好。
师兄，喝茶。小莹啊，嗯，我今天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嗯，我看到有一个人跟我戴着一模一样的玉佩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世界上一样的东西很多啊。不会这么凑巧吧？师兄，你就别想了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小英啊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，不可以再黏着师兄了。师兄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从来都没有分开过，我以后也不要跟你分开。哼，小莹妹妹，你会有自己的感情生活的，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哥哥不可能一直陪着你，你迟早会明白哥哥的话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喜欢我了，我恨你。小莹，终于出手了。什么？哈，真帅！谢谢你。嗯？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前两次遇到那些小流氓，你为什么不出手啊？如果不是那天亲眼所见，我真要把你看扁了。我们双手红拳历代祖训，练武之人不可持武伤人，更不可持武欺人。可那些小流氓不是什么好人啊。对，他们是坏人没错，但是师父说过，我们习武之人不到迫不得已不可以轻易出手，更不可以骄傲。但那个时候不算迫不得已了吗？那个时候是很危急，但不是有人出手了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小姨和杰克没有出手的话，你就会出手，对吗？对啊。我看你们的祖训啊，该改一改了，应该叫该出手时才出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当心点，别感冒了。送给你。哎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滚！哎哎，
哎，黑龙哥，怎么说走就走呢？好几天都没回来，说好比赛的事儿，你也不去，有什么事好商量吗？李老板，这段时间非常感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，一定要离开一段时间。再见。哎，黑龙哥，多大点事儿嘛，要钱我给你。哎，你不要耍我嘛，你这一走我这武馆还搞个屁呀。哎，师兄，我来看你了。干嘛？怎么回事？干嘛？你干什么？嘿 ，Hold on，Hold on，Hold on！ 挑战我们啊！啊！干嘛？我不是来打架的。我不是。胆子不小啊你！就是。英雄，你好。你来干嘛？英雄，请收我为徒弟。Please， 各位师弟们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外国的师弟，欢迎他！欢迎，欢迎，欢迎！嘿，外国的师弟啊，欢迎！耶，欢迎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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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上报纸了。师兄，你看，看，是不是真的？看，看，看，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哎，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，给我看，给我看，哎，给我，哎，别抢啊，哎，给我看，哎，给我看，我要看，哎，小妹，等我一下啊。行了，别抢啊，别抢啊，哎，不要看呢，不要看，给我看。嘿，你好，你来了，帮我包包。好。哎，别抢了，别抢了，都有呢，我这还有，来来来，都有的，来拿吧。哎，快看，你的专访见报了。哎哎，看一下。哎哎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表哥，头疼。哎呀，没事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小心呐！哎呀，没事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痛啊！哎呀，小心点！谢谢。太夸张了吧？啊，痛死了！喜欢你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。现在可听欢？呀！小英，我爱你，耶！
跟着他，夸他戴的项链很漂亮。保罗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一个笑话，很好笑的。先生，要加点水吗？不用了，来两杯咖啡吧。好的。这个傻老外，我们那么辛苦给你约了林呢，就顾着干喝水，你上辈子渴死的。你积点口德行吗？你以为个个都像你啊？花心大萝卜。哎，小英，你听我说，我以前是很花心，但是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把微信里其他女孩都拉黑了，真的。你看，得了吧，你是变成了铁拐李，动不了而已。我认真的，小莹。怎么啦？美女打来都不接啊？You're my girl, you're my muse, my worst distraction, my rhythm and blues. I can't stop singing it's rain. 这个调好像起太高了。你不要笑啊！这老外有两下子，神速啊！那现在大功告成，没有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英，等我。老天爷，我对小莹是真心的。以前有什么做的不对，我改。为了小莹，我一定改。你不能这样害我。老天爷，你长眼睛了吗？哎，进来。天爷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是真的爱小莹的，我已经洗心革面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爱小莹。老天爷，我求你不要下雨了，老天爷不要下雨了，老天爷不下雨了，老天爷，我真的很爱小莹。我真的很爱小英。小英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
与双手红拳一决高下，黑龙。黑龙，这个黑龙是谁啊？这个黑龙，我也许见过。他有一块玉佩，跟我的一模一样。嗯，看来要找出乔武。嗯，所有的来龙去脉，他最清楚。乔武，对，乔师叔，20年前，他兄弟乔振峰犯了大错，你乔师叔引咎出门，隐姓埋名。嗯，一心供奉祖师爷王鲁作。没错，这个黑龙就是20年前的乔振峰。没想到，20年呐，他仍然执迷不悟，继续为难师门，罪孽呀！乔师叔，乔振峰怎么会有一块玉佩跟我的一模一样？你这块玉佩啊，和乔振峰那块玉佩，都是我父母当年的定情信物。你父亲赵宏宇和乔振峰从小一块儿长大，情同手足，亲如兄弟。我父母收你父亲为义子，后来将这对玉佩一块儿送给了乔振峰，一块儿留给了你父亲，就是想让他们俩以兄弟相称，永不分离。宏宇、振峰，宏宇、振峰，快过来！妈妈找我们走。爸爸找我们有什么事？振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收宏宇做我的干儿子，你和宏宇结拜为兄弟吧。我乔振峰，我赵宏宇，我们两个结拜为兄弟。来，这是给你们的信物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。这样才对，不要你管。嘿，呀，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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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双手红拳，历代祖训，就是不能恃武欺人。你犯了，就要受到惩罚。从此逐出双手红拳师门，不准踏入武馆半步。师父，你爸走了之后，你妈妈就忧郁而死，是你师父师母把你养育成人，视你如己出啊。是啊，后来公安机关重新调查取证，乔振峰属于过失杀人，重新给他量刑定罪。但乔振峰一直对双手红拳武馆将他赶出师门一事耿耿于怀，怀恨在心。
他出狱后，你师父多次叫我去找他，但都被他拒之门外。后来就销声匿迹，没有人见过他。现在他又回来了。志勇啊，这次比武无论谁输谁赢，我希望你能够将他唤醒。哇，舅舅。阿明长大了，有心事了？没，哪有啊。你们两姐弟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有什么事能瞒过我吗？怎么，喜欢上赵志勇了？哪有啊，舅舅净瞎说。舅舅是过来人，赵志勇的确是个好小伙子，不过你们俩不合适。舅舅。阿敏，你听我说，当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，而你舅妈是个富家千金小姐。当时我们以为能够冲破世俗，海誓山盟，可是慢慢的发现，彼此的地位、事业、成就，都成了无法跨越的鸿沟。舅舅，你们那是什么年代？现在又是什么年代啊？阿敏，生活是很现实的。谈情说爱只是一时快乐，以后你还要面对很多问题。舅舅是过来人，如果你和赵志勇勉强发展下去，将来你肯定不会幸福，连赵志勇也不会幸福。哎，阿敏，你爸妈走得早，我那么辛苦把你们两姐弟拉扯大，我也不想你们以后出现任何不好的结局。再说，舅舅年纪大了，正准备把公司交给你打理，这段时间你更加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不要怪舅舅无情，这件事我是坚决反对。舅舅。
齐兄，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师兄，师兄，小姐，请问你找哪一位啊？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小莹，明姐，你现在跟我去见智勇哥吧。阿敏，公司安排你到上海出差，开拓市场，明天就走。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吧。小云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我已经答应舅舅去上海。你不能走，志勇哥已经接受了黑龙的挑战，因为你们俩的事，他现在已经无法集中精神。明姐，求求你了。志勇哥，师叔，依我判断，这些年乔振峰应该没有间断练武，他的武功啊，肯定不退反进。他性格刚烈好斗，你呢，斯文内敛。这场比武啊，我师叔。您是怕我会输？志勇，比武不是光靠拳头。嗯，振峰他脾气暴躁，而你灵活沉稳，这是你最大的优势。嗯，志勇，叫你的王师叔打一套三板斧给你看一看。志勇，你看好了。振峰啊，都20年了，你犯的错，法律已经给你量刑定罪，今天就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大彻大悟，不要再为难洪泉师门了，你明不明白？今天是我和双手洪泉武馆必须举行的一场比武。这场比武，我已经等候了20年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
两位，今天的比武是我们双手红拳拳馆应战之战，旨在切磋。现在，比武开始。 师兄，小心一点。比武不是光靠拳头，阵风他脾气暴躁，而你灵活沉稳，这是你最大的优势。 没有杀死你父亲。他说的没错。20年前，我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情况。当时，我看到他们两个在练武。赵宏宇一不小心就掉下了悬崖，乔振峰紧紧抓着他的手，抓住，还是没能把他救下来。 因为生意关系，我在国外无法出庭作证，所以才导致这样的误会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回来了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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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
祖师爷在上，武王明代表双手红拳，接纳弟子乔振峰，重归于我师门之下。 你早点告诉我们嘛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乔武，振峰，来给祖师爷上炷香。
恭喜！师叔，好难看，不要！不给，就是不给！给我！哎，